各位旅客你好，欢迎乘坐 Channel 一飞车，本飞车将带你到马六甲吉隆坡，预计时间是40分钟不定。为了保障你的权益，请按下订阅，最终开启小铃铛，请不要快转跳段或是吐槽主持人。马六甲首府最有历史性的建筑物之一，大约在1650年期间由荷兰人所建立，里面藏有马六甲、葡萄牙、荷兰和英国的历史文物，同时也是东南亚最古老的荷兰建筑物。